本身是一个助人的一个专业，因此知识的实用性是相当的一个重要。那像在我们在儿少课程当中，除了教授知识以外，更重要的部分希望能够让同学们能够运用知识在实务的一个场域当中。因此在课堂上面，除了让同学们了解当前的儿少福利政策以外，更重要的部分就是期待同学们可以学习如何与儿童少年进行实务性的一个工作。大家知道吗？其实游戏对于儿童来说就是他们的一个语言哦，所以身为儿少福利社会工作者，其实必须要对他们的沟通语言有深度的一个认识。我期待学生对于未来的一个工作场域，不是只是一个想象的一个状态，更重要的部分其实能够去接轨实务的一个工作。因此我们在课堂上面所学习到的技能会实际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场域上。一间社工的专业教室，因为呢，社会工作是一门助人的专业，但是呢，在出去之前，你必须要去装备好。那学校呢，在2010年的时候呢，我们跟印度的一个非营利组织的机构叫 MCCS 去做合作，所以我们就带了一群的学生呢，到印度呢去当志工的服务。他们服务的对象有受暴的妇女，还有弱势的小朋友。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除了跟他们的受暴妇女还有弱势的小朋友合作之外，我们去关怀他们的街童，我们也关怀艾滋病的小朋友。那我想，国际的一个志工对同学来讲是一件非常值得学习的事情。我是在幽兰绿园安养暨长期照顾中心实习的。那在实习的这段期间，系上的老师还有机构的学长姐，他们都很细心的带领着我。那我在实习的时候会学习个案管理，然后参与跨专业团队会议、方案设计与执行，还有日常活动的带领。那我们也会进到社区去访视评估那些有长照需求的人，连接周遭的资源。那我在这些实务的累积经验后，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